好，很多人没有加入骨髓配对，因为都怕痛。但是其实带你了解这个登记加入骨髓配对的过程非常的简单，连血都不用抽，只要用两支棉棒在口腔里头刷两下，采集唾液标本就可以完成了。未来如果配对成功，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会对身体造成伤害。民众除了可以亲自前往骨髓检测站登记加入骨髓配对之外，也可以上网申请登记包裹，不用出门，利用包裹里的棉棒自行在家采集唾液样本，再将棉棒寄回，就可以完成登记手续。而如果您需要中文服务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前往任何的慈济医疗机构进行登记注册。